呛辣的风格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经常会在网上分享生活日常。他次日突然爆出受伤意外，他在脸书贴上自己的受伤照，并在内文写下今天来录节目前眼睛突然感觉异常疼痛，他觉得应该是在拔隐形眼镜时不小心弄到的，所以今天只好把眼镜贴起来，用这样的方式主持，并笑说不是我练了什么特异功能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将右眼贴起来，还戴着一个超大粗框眼镜，对镜头露出甜甜笑容，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很好，似乎没有因为眼睛受伤影响心情。不过照片一曝光后，粉丝纷纷担心表示还是要快就医，眼睛上的问题不能拖延，但也有粉丝夸他就算变成独眼龙还是一样美啊。Bye.